那、啊、你有介绍这是什么东西吗？就是一个音符，它会唱歌。它、现在要卖多少钱？50块。5块而已。它还会发出什么声音？小孔雀真美丽。你帮我压压看一下吧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别的什么吗？哦，那它还可以按出别种声音吗？是不是还有一颗？是不是那边还有一颗可以按的？这个没有。下面，对。它是吧？它好像连续一直按就会发出一首歌，你一直压，就很像垃圾车的声音，你一直压看，你看。一直连续按，有没有？很像垃圾车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现在有没有活动？有没有特价买一送一？有小朋友的活动，小朋友的活动就在这边。嗯，那个是你最喜欢的玩具吗？对。这个不用钱，不用钱啊？对，不用钱，但是我后面还有一个东西。好，我帮你转完好不好？好，拿到了吗？答案这个不用买。按、另外一个是什么东西？另外一个是小链。嗯嗯嗯。那、你手上就是有一个是音符，啊，有一个是小小兵吗？对，然后还有个玩具小链。拿得到吗？有拿到了哈。它可以有东西，但是它可挂得太大了，那个衣服挂吧。挂成功了吗？我快要。会打结。那我就留在这边。好，所以就是主要是卖这两个音符和小小兵，是不是？但是它没电了，它本来会亮亮。没关系，那个我也不会修理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场特卖会就到这边喽。好，艾姆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